然后就是长大的牛就是被这个烧死。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，嘟嘟嘟嘟。好像又没差哎、欸，天哪，干嘛？试试看。有有有，小牛掉下去，这才是正常，这样才正常。好啦，是这个扭扭屠宰场。这样差别在哪？因为好像我记得是地板门。要怎么讲？就我那时候是啦，因为你地板门如果靠近这个发射器的话。小牛就可能往前推，有没有？往前推牛就可能会往下的意思。我测试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你地板门是像刚刚那样子，是这样子的话，你水从这边往前推，你推到还是这个，还是会在这边上面。所以如果你是从前面往后推，就是往后推这样这个意思，懂吗？简单来讲就是。哦，这样你就了解了。我的天啊，好，那我不用盖了。哎、欸，升了，升了，升了。好，果然出问题了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的话，看一下哦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。这个要改，那个。因为我刚想说为了好看我不要这样改，反正就这样子了，然后要改这个，这样子，这样改就可以了。不行，会卡到这个，那卡到这个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掉好了，这样就 OK 了。因为那个也有提到说，尽量不要，因为它这个凸出来也会卡到铁巨人，所以就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样子就可以这样子了。好，完美。那其实还有一种养牛场，就刚刚讲的用闷死的方式啊，那个就真的简单简单简单太多了。只是，闷死跟窒息死，窒息死跟那个烧死就只是差在有没有烤过肉而已。像烤过又要花时间，又觉得很烦，所以想说就直接烫死就好了。不啊，告示牌不会被烧掉，对啊，就很奇妙啊，明明一样是木制品，就不会被烧掉，很问号吧？这就是麦块的，这就是麦块，没有你想不到。这样有个缺点啊，我这个木箱应该要换位置，要换位置，因为其实可能铁钉会掉在木头上面，可是感觉又还好，把它放进去，不行。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，好了，这才是。最终的就自从我不是想玩轻松生存跟那个疯狂世界之后，就突然好想盖好多东西，可是就是一个人玩就真的觉得很没有动力啊，没想到我疯狂世界就这样死去了。
没想到我就这样死掉啦。对啊，其实，而且我跟你讲、喔、我盖这个，我这张地图是早上才刚盖的，然后盖完之后到现在已经这么多了，所以如果在那个轻松生存盖这个的话，应该是，我记得这个是说一个晚上可以有30只铁巨人的产量，然后30只估计是3个铁锭好了，3×3=90个，所以90×3吗？18，然后再乘以2，36，360个铁锭，所以大概有36组吧，这样子。所以其实这个我应该不会采用这个、啊，这个太大了。你看，你盖这盖这么大，就觉得占空间。你看漏斗又要那么多，这个就不采用，要么就采用这个吧。这个其实漏斗就前期还好，因为杀几个铁巨人就可以盖漏斗了。那漏斗盖完，这个也这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如果真的要的话，一样要做那个压制，就只能让它生在中间，周围就补半砖或者是玻璃吧，这样子，看就生了。5.0不一定是我啊，可能一样找佐久吧，或小雨、哈基他们这样，也可能找酱油啊。那最近巧克力都比较跟酱油，你不觉得就是他在？也算是培养新的人嘛，就是把酱油波波啊，他们就再拉起来这样子。哦，没事。哎、欸，我记得我夜市啊，我没有夜市啊。哦，白痴，我用旧启动完成。想说奇怪会那么黑，怎么那么黑？对，你看现在是晚上哦，为什么？我想问一下，我明明是困难模式，为什么这个平台没有升怪？那如果我要测试盖升怪塔，我不是升不出怪吗？傻眼！有人知道原因吗？有高手知道原因吗？危机居然说被岩浆点燃。告示牌呢？告示牌一直以来都没被岩浆点燃过啊，奇怪。然后再来，我想在那个我家河流的上方，或是最更那个最下方盖那个什么，沉思的那个生怪的地方，是不是太低？不是，我跟你讲。这个冷知识是我最近重新去补知识才发现的。麦块啊，你在 Y 轴越低的地方，怪生的越多。这个是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东西。所以你。就很多人死那个，我看国外很多人史莱姆的那个生怪塔，他们是整个破坏基岩，破坏到就已经剩下像这样子，剩下虚空了，跳下去的虚空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就补这个方块，然后因为这个是 Y， 比如说是 Y 轴一，然后那时候他们一盖完之后一离开，这边爆量一大堆史莱姆，不是高度问题，真的不是高度问题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，FILL， 你看哦，16、39、17，那我往这边好了，44、39、36。你看、哦，我已经在 Y 轴36了、哦，然后离远一点，
还是不生过来。没有，我就是想要试试看，我盖在很低跟盖在很高，想试试看自己盖的，结果发现啊，怎么没有怪？有没有超莫名其妙的？对吧？好，我先吃药。我在想是不是要自己把自然生怪？我在想，对，就是我在想是不是这个问题？因为在选这张地图的时候，我是选创造，就是我先储存，就是因为我刚刚不是开这个吗？一大堆东西都被怪给弄掉，就很气，气到我就是再开张新的。然后建立新世界的时候，我就是选择嘛，创造更多选项，然后自定义啊，然后就选这个虚空啊，此方案啊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直接按完成，然后就直接建立新世界了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是预设创造，就是给我盖东西的，然后把那个生怪给关掉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样子。取消一点意思，不敢乱开。这个还是因为虚空，那这样子很惨欸，我盖不了生怪塔。自然生怪指令吗？我找找看。自然生怪指令。自然神怪没有欸，生物自然生成这个吗？绝密这个，然后再加这个，是不是？目前为错，欸，不是啊，所以这是虚空问题咯。现在为还不是啊，没关系啊，这就算了吧，这就算了吧。然后我刚刚早知道我不离开了，离开前先打掉这个了。天哪，453938，13 39 13 AI 啊，沈博会安安 MARTINNN 好啦，所以哎呦，同时出欸，所以你看我在想说马上出马上死，还是就这样子出一下再死马上，还是要像那一种，可是那一种真的太没效率了。你觉得嘞？这个是比较好？那感觉这么多铁了，有这么多铁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漏斗矿车跟铁轨。然后漏斗矿车跟铁轨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做全自动。真是全自动剪羊毛的机器了，这样好丑，好这样子。
就这样。比较麻烦就是要找到，不是找村民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们那个村庄的点很远，然后赢两只回家还 OK， 可是把防爆关掉，所以要至少赢三只回家，那不然就是找那个啊僵尸村民，可是真的太难了啦，生怪生的跟什么鬼一样。而且还没有命名牌，这才是恐怖的东西。所以我们首先哦生出来，首先我们要有命名牌，然后再去找僵尸村民的话，还需要金苹果跟虚弱药水。有了这个之后，我们还要再。命名牌是命名僵尸嘛？那虚弱药水是用僵尸村民嘛？你有命名吗？哦有。啊，你有命名吗？哦有。然后有了这些之后，才能盖这个。啊。还要漏斗矿，要矿。想说，如果用复制铁轨会轻松很多很多很多，可是复制铁轨好吗？